在人类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，只要刺穿吸血鬼的心脏，喝了他的心头血，就能得到永生。悬崖边的城堡里住着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，她害怕时间带走自己的年轻美貌，所以她希望能够永生不老。而在森林黑暗深处的吸血鬼，却早已厌倦着亘古不变的岁月，他渴望变成人类，脱离这永夜。只要拿到公主项链上的宝石，蚕食她的鲜血，就能变身为人。当公主打开城门，吸血鬼踏出古堡，好戏开场了。Can you feel me, my baby？你不要的，我来替你守下。这种